多時候我覺得在描繪緊現實之間的一些瑣碎的事同潛意識之間，其實你怎樣想是中間有個聯繫的。之前一個展覽一個系列入面叫做不見不散的，咁喺嗰陣時，我係描繪緊城市一啲好瑣碎嘅生活事咧。咁其實嗰啲生活上面嘅落差，咁喺嗰個展覽入面，我都係想講緊同理想，始終都係不見不散嘅。咁無心係一種無意識嘅狀態啦。咁喺我嘅金閣系列入面，一個角色是一個無心的狀態，去漫無目的地四圍遊走，而另一個有意識的狀態就是一個慾望去尋人。我想說的是那種找一個人的狀態，可能你對那個期望有多大呢？你為什麼要這麼想找到這個人呢？而你找到這個人之後，你想跟他做些什麼呢？那種掙扎是很大的。